好，谢谢哈。那我们现在人员移动完毕哈，我们继续协商第四案跟第五案。那我们协商进行前一样介绍委员哈，我们吴委员、吴思怀委员，我们刘思芳委员，还有罗志正委员哈。那还有列席的机关代表，这边是选区部的那个市长哈。那还有其他相关机关代表，我们就不再一一唱名。那我们现在依序进行协商哈。那我们现在进行第四案并案协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并案审查考试院函行审议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第四、第五条、第十、十五条及第四十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院会进覆二读，委员林义华等十八人拟具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第四十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案审查会前110年4月22日审查完竣，审查结果第五条、第十五条均照考试院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四十条保留送院会处理，并决议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另有委员林义华等十八人提案于5月7日经第十一次院会决议进覆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愿于今日将前述计四件委员提案并案进行协商。那请大家参阅关系文书之条文对照表。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请吴委员说明。我建议代表我们国民党团今天协商这两个条例，比照先前公教退职抚恤条例一并送院长协商。以上。好，我们本来就要这样处理，好，因为那个上个礼拜因为有人在协商的时候就已经都有讲好，因为这个你关于这个日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都要做一致性的处理哈，军公教的部分哈。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第四案还有等下第五案都会做一致的处理哈，跟委员来报告哈。好，那所以我们那个好，好，本日协商哈，因为与军公教哈需一并讨论哈。那么后续依立法院资源行使法第十二章相关规定，好，已请院长召开党团协商会议再进行协商。好，在现在进行第五案协商，好，这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并案审查考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庄家斌等十七人及委员林义华等十八人分别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第九条条文修正案等三案，本案审查会前110年4月22日审查完竣，审查结果第一条、第四条均照考试院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九条、第十二条均保留送院会处理，并决议院会讨论前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由于今日进行协商，那请大家参阅相关文件哈。那我想这个刚刚已经都讲过哈，要需要一致性的处理哈，所以本次协商哈因人需与军公教一并讨论哈，那后续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十二章相关规定，已请院长召开党团协商会议再进行协商。好，那我们今天的审协商哈的会议都已经讨论完毕哈，散会，谢谢。